欢迎收看《酷酷兄弟》特别企划。对，特别企划，我们都光了脚丫。是，佩老师，你怎么没光脚丫？我没有光脚丫。为什么只有我们光脚丫？因为今天是你们要比赛啊。我们要比赛。对，比什么？我们刚刚不是做那个流体吗？非牛顿流体。我们真的要在上面跑吗？对，你们要没有要跑，这么小也没有办法跑。哦，对啊。我们要来比看谁呢？可以在上面的时间最久，站上陷下去，不会陷下去，就不能动。没有，不是不能动，你要想办法，你不要陷到你那个，所以脚可以动。这个池子里，对。我还会只能用自己发抖的那种，然后震动。你可以跳啊，你可以那个踩啊。那就一定不会掉下去了哦。不一定哦。不一定哦，然后不一定。哎，老师话中有话。对啊。他说不一定，所以不是随随便便一直跑就不会掉下去，要可能要有一点那种feel 啊，或者是诀窍。你们刚刚不是都用手试过吗？试过啊，试过。所以其实要有一点，对他要出一点力。是，可是其实毕竟我们面对要直接跳下去，那其实要还克服自己的勇气，恐惧，恶心哎，对，我再卷两层。其实它很厚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它的这个厚度其实蛮厚的。它等一下陷下去的话，应该整个脚踝都会在这个里面。请问佩妮老师，是我们今天的惩罚是我们踩完之后输的人把脸埋下去吗？要这么危险？这样会也可以，这很危险，我是自己恶心的，不是危险。而且要我们两个踩过了，是不是？两个踩过了，这样也恶，真的。我们今天的惩罚呢？要先讲吗？好啊，好啊。惩罚呢，就是输的人要当火把，火把被赢的人打。您说啊，活的靶啦，我想当火把，我想说为什么要当火把？火把是要照亮这里吗？不是这个吗？对，这个火把是这个火把，是标靶啦，是要拿这个打活的标靶。对，没错。然后被打，对，被打。那你如果不小心被陷进去？你就几乎不能动了，就是在里面，就会一直被打，就一直被打。哦，好，谁先来？我们不知道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的骰子换了。对，我们换了很可爱的骰子。哎，上面有长颈鹿之类的动物，你有注意到吗？这一面一，一是，哎，你拿错骰子，这个是你的，这个是我。小心，好重啊！好重的，上面有我跟阿谦哎，对，有我们来骰子，我们先。很久没骰子了，好，七十万级没骰了，我先好了，你先吗？对，来喽，骰一代表到我了，嘿，哦，五叶还不错，五只狗狗，所以谁？五只狗狗，你决定好不好？你赢吗？这样子好了，我先来，哎呦，好，你先来，自告奋勇先哦，好，没问题啊，当然没问题啊，自告奋勇先哦，就是可能要先下去了，手臂还是感觉，哎呦。没错吧？哎呦，我们现在先，对，好了，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我倒数，我帮你倒数啊，来喽，陷下去就不算了，好，对，好，来，三二一，开始，陷下去了，有人已经粘住了，他完全跳不起来，一秒，应该看他的脚完全在里面，一秒，他完全都在里面，你看他的脚，哎，真的动不了了。我觉得你慢慢，你不要把它打翻，你不要把它打翻，我还要用，你不要把它打翻。好了，你慢慢出来，慢慢出来，等一下哈。你一只脚先，右脚先。其实很大力。慢慢出来，对，你真的要慢慢出来。哎，好像石膏哦。好，你脚打石膏。对啊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哎，这有点让我想起小时候啊，小时候。我真的小时候有曾经掉到那种就是泥巴里面，是，然后就整个人卡住。你有这样子的经验吗？当然没有。哎，就这样，你拉出一条，我刚有注意到。来，你可以坐在这边休息一下。好，下一个换我了。所以来，阿神的记录是五秒吗？什么？一秒吧？五秒啊。好，其实我觉得你刚刚那样子，你要吗？你先，当然不要。你不要这个是不是？我觉得他那个，对，我就坐在这里，是温水，还蛮舒服的。我觉得他有点笨哦，我应该要先在外面这样先跑，跑一跑，等下直接踏进去。对，好，准备喽，我就数五秒，倒数到零的话，你就可以，你就不是啦，你到我很累，你要不要倒数让我进去？好，准备喽，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哎，其实可以哎。对。哇！对，我开始往下陷了，九秒啊，好黏哦！哎，这配方确定有调对吗？有调对，你等下可以用拳头打打看啊。哦 ，OK， Yuck！ 好，来，小心，对，英文很好哎，来，小心，慢慢的，对 ，Feel not good。哎，就在里面就好了啊！没有，
你要进来了，你知道吗？脚拿出来，这是我的，现在是我的水，这是我的地盘，现在是我的水，出来。你有没有卫生习惯啊？你输了。刚刚你们那个，我也要确定一下啊。不好，不要摸吧，真的吗？没关系，我会洗手。刚刚阿神觉得说这个配方比较错，你们其实可以仔细看，我现在手慢慢放进去，它像水一样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然后像这样，这样像水。嗯哼，这样像水。那如果我用力打，其实我的手是不会。我换一只手。老师，他的手拳头那个地方完全没有什么。其实你如果陷下去，你手连手指都会有。可是如果你用力打，其实你不会沾到。哦，我知道。你们刚刚其实太慢。你太慢了。好，我就太慢。我以为跳下去，因为跳上去那一瞬间很难反应，就是对，在。在跑，其实会很紧张，因为它会慢慢有一点点越来越进去，越来越进去的感觉。其实是跳太慢。每一次我输了就会特别惨。你像看上一次佩妮老师来，阿谦输了做了什么事？哎，你把玻璃瓶打破都没跟你算账哎，你赶快给我进去吧你。好了，我们不要三发了，我觉得三发他应该跳到断气。两发吗？一发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十发吗？好，一发啦，一发，一发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好了，你先跳进去。你要面向我，哇靠，这样也可以啊。给你十秒的机会。哦，十秒射，对，我十秒之内，就十秒之内你的子弹要发射，你不能让他跳。我觉得你要上膛，你先把这一发打掉，你十秒之内你要上膛然后发射，这样子比较有挑战性，好不好？ OK 哦，很帅的样子。你还不能打开，十秒包含你要打开上膛时间。好，十秒，准备喽。好来啊，十秒会不会太快？好来，三喽，二二一，开始。你已经黏住了。啊！阿青，你放错，哦，在头上，对 ，OK， 我完全黏住了。等下，要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对，可以了。他感觉好悠哉。啊，谢谢大家，人称狙敌手。看我，看着我，三、二、一。啊！真的打到脸，你看我子弹站起来了。好了，你打到我手哎，所以你现在起得来吗？就起不来。好，那个如果大家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左下角的喜欢，左上角的订阅，随时呢要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才可以看到我们精彩的影片。然后我们下一集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这一发好像没什么力啊，拜拜，拜拜，连的到处都是，好恶心啊！